接下来是来自六坎乡的消息，嘉义县六坎乡农会为着促销在地农产品，日前举办好事花生农村社区小铺行销农产品推广活动，现场单位人气马气强强滚，包括立委蔡依仪、嘉义县农会总干事黄金如以及各乡镇市农会总干事拢亲自来参与。经农委会副主委也是嘉义县长参选人汪章良特别到场来大力推广在地优质农产，把机会甲乡亲博感情。促销六坎乡在地的农特产品，农会真心策划农产推广活动。现场特别结合着社区发展协会、中青会，阁有跳舞班，同时邀请着安仁家园小朋友来参加着陶土 DIY 的创作。现场一边看表演，一边买农产品，吸引袂少民众利用假日前来消费。现场会当讲是买起抢抢滚。包括立法委员蔡依仪、嘉义县农会总干事黄金如和各乡镇市农会总干事拢亲自到现场参加，肯定六坎乡农会伫咧最近即几冬来推动在地农特产品的用心和热心。汪章良咧，伊担任过农委会副主委，也有担任过咱嘉义县的社会局长，啊，尤其做副主委的时间，玉米的迄个砍收场吼，啊，咱是右滑吼。咱幼华吼，啊，就真要紧，吼啊，所以这个有米的，这个砍树的，吼，诶，这个仓库才会机械补助的，吼啊，副主席伫内底已经有交代，啊，当然嘞，啊，伊即摆吼离开中央啦，倒来地方拍拼，所以这项工课吼，伊就有交办，互我继续追踪，所以这个物件吼，啊，我一定会吼，把咱即摆的农委会吼，讲吼袂使往张良离开，这项工课就让我放袂记啦。恭喜吼，咱的总干事吼，包括咱啊来。卡龙委我们的理事长、常务监事，我们在三巨头的带领之下，我们在李监事大概跟团结合作吼，相信呢，我们六角乡呢，阿本大概收到那是吼长青活力吼一个长寿乡，以往上重要是可以透过在地小农，我们这样的农特产品发光发热。曾经担任农委会副主委的民进党嘉义县长参选人汪章良，更是亲自到现场把握机会，和农友各有在地的乡亲来博感情。今仔日六甲农会透过这个这个行动小铺透过地产地销。然后有一挂临时的农夫市集吼，然后会当伫遮卖一挂物件，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方向。我希望未来若有机会嘉义县需要若是有观光客到的地方，或是观光客可能经过的地方，我希望后摆咱会当做做些农夫市集吼，伫拜六礼拜。让大家可以加减谈吼，啊，可以摆摊出来卖，能够直销，能够地产地销。六坎乡位置在高南平原的中心点，适合种植各种的农作物。目前回乡的青农善用机械耕作更加大范围的面积，以温室网式设施种树种植农业生产，农会结合在地青农小农的力量，大力促销当地的农特产，不只是提升经济效益，更让人看到农村未来的活力和希望。最新新闻，张玉明、王小璇、嘉义市蔡宏报道。